这就是邻居家里啊，我们现在直接走过去啊。现在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，这都是帮忙的，看到没有？猪的话已经拖出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猪。哇塞，这个是半黑半白的这种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看这个猪啊！现在头夫还没过来啊，我们先等一下。这就是我们的师傅啊，师傅的话已经过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现在我们的师傅啊正在准备啊，看，这个就是他的案板，这里还有根绳子啊。我们等一下看他怎么操作这根绳子的。这就是头发的一把刀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现在开始了。